前段时间不是过年嘛，然后先去了他家那边，跟他家里人吃一次饭，然后等到初四的时候，然后他就来我的老家来看我了。怎么样？就是双方父母感觉怎么样？不是，双方父母肯定是没有见到，就是过去玩嘛。过去玩。对啊，你一开始过去玩不也是就只是过去玩而已吗？我们俩有小孩。哇！那我也有啊？我怎么不知道呢？这劲爆！他的小动物，确实会。该我们了。猴哥把杨姐给抱起来，可以蹲下来蹲五秒钟吗？好，来吧，来，小心哦，小心裙子，1 2 3 4，真蹲五秒，好。哎呀，厉害，轻松啊，真的好轻松啊！是啊，这个对于他来说一定完成不了哎。可以，我想看看。没惩罚我，真的我不会去做这个事情的，好吗？来试试看啊！没事啊，这个真的吗？试一下吧。可以吗？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4.5 4.6 4.7 4.8 4.9 4.91，四级，老铁，可以，厉害。FJ 吧，好像，咱俩一模一样。但他俩太像了，如果是一个类型的话，你知道 MBTI 其实是有官配的啊？是吗？就是它有一个表，就是横纵走，然后有标颜色，然后看你要多合拍之类的。再来。就是我之前是 ISFJ， 然后跟他就是没有那么搭，跟他交往一段时间后，我再测我的人格就变了，然后变成他的官配了。还有这样子的？对，而且我那个里面就只有唯二官配，然后他就是其中一个。那这种改变是你喜欢的吗？他们说是我遇到了一些生活重创，所以他会人格改变。就的确可能这段时间生活的变化会很大，面对的挑战不一样了，然后人就会对应的成长了。你觉得在恋爱中是否要追求一种等价的一种付出呢？还是说你想付出了之后就得到什么样的回报呢？我这个其实之前一开始有跟他聊过，就是人在潜意识里面付出的时候都希望获得回报的。我有时候我会帮他剪辑视频，我剪辑视频我就是想把我眼中充满爱意的和很可爱的他然后剪出来，我也想跟大家分享，所以我就不期待说他收到这视频以后说哇宝贝你好厉害，你做得真棒什么的，就不用他给我这些回应或者回报。我觉得等价付出可能是你给他剪视频，然后你期待他也给你剪一个，就是完完全全一样的。等价付出呢，其实在两个人关系当中是有一个默许的存在的，做这个事情是完全发自自己喜欢的，自己下意识爱对方的，那我觉得自然而然就会有另外一个事情冲你过来。我觉得这个是默许的，但是呢，同样的话也不要太追求主观的等价付出。对，我觉得这个等价付出，这个等价就有很多种定义，在一段感情中怎么样的去付出就得到怎么样的回报，我觉得这是太绝对的事情了。今天我做了顿饭，我并不要求你明天也给我做一顿饭，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去就是倒倒垃圾啊，就是扫扫地啊，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说到倒垃圾做家务这个东西永远没有等价付出，在我这里的话都是我做的多。这件事情我突然就感觉说我付出的时候我就期待他可以回馈一点了。继续努力啊，继续努力。虽然这个有点不太类似，但正好借这个机会可以说一下。继续努力。不舒服，他的手抓着他的手耶，因为女生不太舒服。他怎么了？没吃点东西吗？低血糖。低血糖。这时候就要看男生怎么做了。你把它分了。真的是太甜了。太甜了。这个机位真的。我这次终于磕到他们俩了。是。这个机位感觉刚刚就是好像亲了。对，太近了。你们会担心恋爱当中会暴露自己的不完美或者缺点给另外一半看？就可能我会比较注重高效这个词，我觉得
终究你是要暴露你的那一面在的，所以如果一开始就把这个摊在这里，然后看他的接受程度，可能能帮你更高效的筛，而不是到中期你才暴露你的不完美。对，他其实也差不多，你刚开始也会这样。对，我可能一开始就是很邋遢的见他，我就想看一下，我就是这样子啊，我是很直给的，就平常就很邋遢，头发就这样扎的。哎，今天走啊，一起出去玩。如果你没有办法接受我这种习惯或者是我的着装打扮，那我觉得我们接下来可能也很难再相处下去。男生会有担心吗？就是自己的不完美。他应该觉得自己很完美吧。那确实也没有，你不可能永远妆发齐全或者穿上最好看的衣服，你终究是要跟这个人去体会，去知道对方两个人相处真正舒服的样子是什么样的，所以是更接近于循序渐进，慢慢的去展示出来的。是的，有些时候男生暴露缺点其实就是不经意的暴露出来的，那可能这个缺点在恋爱关系当中会磨合，会有一些改变，可能这些缺点会变成一些优点啊之类的，对吧？我以前跟他吵架的时候会回去会看那片段。你们会吗？还好吧，还好。你多看看，我坚定的选择你。我就有跟他玩一个挑战，就是挑战我看到第几遍才不哭。我每次看我都会带入我当时，我就觉得我好惨啊，很委屈，是不是？会故作轻松，就是可能你不学我也没关系，但其实自己内心是已经咽了很多。哦，我知道了。我跟大家打个招呼，大厨。哇哦，我好喜欢这个视角啊，它好漂亮哦。对，感觉已经是在一起了。就男友视角的女生，完了，我被白误了。是的，完了，我又被白误了，白歪了。我现在又觉得他们好甜。是不是什么叫白歪了？啊，不是白歪了，这真的不是售后 vlog 吗？真甜到我了，怕啦？对，我也是。来。哦 ，Kelvin， 我先去换个鞋子。这个真会休息呀、啊！行，很少看到就是这么令人激动的时刻。这个战术很不错，就这样直线的。他发现了他们两个人间的关系变得亲密，差很多，射穿了。Oh no！ 射中我的心。What？ 哇，脸瞬间就 ……Oh no！ 我们现在是往逆时针的方向走，我跟你说，我们只能往逆时针方向走。Sorry， 没事。这边笑得越来越开心。哇！他竟然没有看他就接住了飞盘，就有一种上天都在帮他的感觉。对。Hello， 啊，叔叔，他退了，来，他帮人家去拎东西了，这也太，放手，叔叔回来，啊，好痛，啊，大家有吗？就是相互为对方吃醋过的时候，你有吗？其实刚出小屋的时候，然后我俩经常跑去我们家旁边一个地方叫蓝色港湾玩，啊，然后我们有一次。走在刚走进那个蓝色港湾里面，怎么了？他就说他之前在这里看到过一个，就是长得就是有刘海的，没有，就挺帅的一个男生，对，挺帅的男生。就是跟小就分享是吧？我说以前，对，我 long time ago 见过一个很帅的男生，然后他吃了这个没有，完全没有交集，然后就是一个路人。嗯，然后他说那个男生就是那天穿那个蓝色的 T 恤，然后下一次我们就准备去蓝色港湾的时候，我就问他需不需要我穿蓝色的 T 恤。哎呦可以呀、啊。对，这吃醋，你看、啊、人家吃醋都会有反应，你吃醋都没反应的，自己暗搓搓的使什么劲？你要把劲使到我的面前才好看，你知道吧？对，暗搓搓，我才会觉得，还会支持我40岁的老男人。